因为比赛，然后因为期限，对，我们创作出，我们在短短21天之内创作出的一首歌曲。那这首歌曲是由诗词然后创作而成。那这首歌叫做《楼》，主要是在讲述，就是不懂那个梗。那我大概讲一下呢，就是一个爱人离开，然后在等待的那种感觉。对。那这首歌的风格其实跟我们以往的创作都是其实是不太一样的，所以希望大家听了如果喜欢，就是也可以在 YouTube 搜寻到我们，然后可以聆听这首歌曲。对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成熟的状态，期期待都是为了你，凭着一天过去，可能杳无音讯，义无反顾之谈，终结不及。曾经试图忘记，街坊邻居总会提起，见过了数百个似曾相似的黑影，却没有一个是你。说实话，承诺过尽千帆，却不是相似的黑影，却没有一个是你。熟悉吧，独一望江河，过尽千帆，却不是千帆，皆不是先回我终会彻底的沉溺。
谢谢。好快就到最后一首，好快就到最后一首了，真的。来了，时间差不多，我们就会抓。那最后一首歌，由创作者来讲。